梁國雄議員，主席，咁咧就我發言咧就係針對修正案25號同埋29號啦。25號就係陳偉業議員即係正話講過嘅，就係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呢個2,610,000元。咁而黃毓民咧議員咧就同佢嘅數目係唔相同嘅，咁就係佢嘅數目咧就係、是。218,000元，咁點解會計咗兩條數出嚟咧？當然係小弟都係目所揚，咁但係嗰個分別唔係太大嘅，咁就姑且係當埋合拼嚟講啦。嗱、即係冤有頭債有主，呢、這個特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員咧，就並非一個。自回歸之後有嘅一個建制嚟嘅，個意思咧就係話，其實喺我哋嘅官制裏面咧係首創，即係由董建華咧係苦於呢一個新聞界嘅追問咧，成日食螺絲啊，答錯咗啊！嗱，舉一個好簡單嘅例，有一年啊，董伯伯喺新年嘅呢個車禍嘅時候咧，大家都記得幾有心噶啦，就係、是、兩死數傷咁樣，咁人哋。即係問佢嗰個睇法點啊？佢話：哦，恭喜發財咁樣，咁當然係即係呢個係非常之差嘅即係對應啦。咁大家都知道㗎，如果同阿董生即係來往過嘅人咧，咁佢即係係周時會突然間即係失咗神咧，講咗一啲唔應該講嘅嘢，就好似即係呢一個即係85,000咁佢話冇講就即係冇做㗎啦，咁都得嘅。咁亦都有法輪功呢一個係咪邪教多多少少係啦咁樣，亦都無數㗎啦。咁我都唔講有關路長安即係嗰個助理嘅嘢，因為又離題㗎啦。其實我改過呢，我都已經預備咗例嚟講嘅。咁算啦，呢、這個家神化嗱，呢、這個新聞統籌專員值唔值得設呢？我覺得就嗱，你睇返佢有8項嘅職務嘅，咁8項職務無需要我逐項讀啦，我就姑且係用一啲重點嘅。佢有8項，我讀4項，咁用4項嚟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評論下。就重大政策計劃出台，制定新聞資訊和公共關係策略。B 即係 A 就呢個啦。B 就協調重大政策計劃出台時間表，其實係重複咗嘅。咁姑且各一項。咁喺 F 呢就於需要時擔任行政長官發言人，呢、這個真係犀利啦。咁跟住呢就係、是、仲有一個呢就係、是、策劃安排行政長官的公職任活動，包括發表演說、海外訪問、巡視社區與編輯和記者會面，以及出席記者會。咁呢個當然係習以為常㗎啦。嗱、這個位呢係因為我哋嘅選舉政治，即係呢個由於係殖民地嘅統治嘅問題而嚟嘅。因為點解呢？大部分以前嘅殖民地總督咧，根本就你想見佢都難啦、啊。直到阿肥棒出嚟食蛋撻之後咧，就開咗一個政客風，就係佢中意幾時見記者就會搞單 event 噶啦，去食蛋撻又好，食鹹魚又好。嗱，呢個係令到佢繼任人呢個特首咧。是不能不面對呢一個群眾，咁先出現咗一樣嘢嘅。否則，一係就好似以前呢一個英國人派個總督嚟，根本都係外交官嚟嘅，根本唔理嘅。好啦，我點解要咁樣講啊？所以其實呢一個官職其實真係可以全部唔要嘅，只要我哋嘅選舉文化係真係能夠令到有機會嗰個特首係講嘢叻。佢要面對公眾嗰陣時候，一啲都唔震。而實際上面，美國總統都係啦。如果有乜事，咪國務院去咗國務院嗰度有個新聞，有個新聞即係、就是、慣常嘅記者會噶嘛。嗰、那個就真係好似呢個啦 ，F 啦。於需要時擔任行政長官發言人，不過咧就係、是、國務院啫嘛，人哋。所以其實呢個位置係多餘。所以點解我要發狠斬咗佢咧？嘥錢啦！你以梁振英嘅功夫仔，你馮偉光
有咩喂大佬啊？一加一等，一加一等于零又得，系咪啊？乜都得。咁你个主人已经系假大空，样样都得，咁仲有咩位置做咧？咁所以其实，所以佢就每下即系真系每下越放啊，好似猪咁啊，越下边咧就越肥啊，好味啊！嗱，我而家睇睇林瑞麟局长犀利啦，创立咗几大词汇。人肉錄音機，人肉乜乜機，佢自己改啊！人錄音機過時啦，梁國雄，我係人肉乜乜機咁，幾有風度，有自嘲之風。嗱，林瑞麟之遺物係因為據說陳老太即係陳方安生覺得喂董生唔得喎，因為陳方安生嗰時仲未同阿董建華鬧翻噶嘛，就介紹一個心腹俾阿董生。叫林瑞麟，咁就喺1999年嘅一月上任。呢個離題啦，梁國雄議員，仲係離題。我解釋呢個官制，我解釋個官制係冇。你誤會咗啊！我而家話 cut 嗰個咧，我唔係話即係 cut 呢個，係要成個官制冇咗啊！因為我哋唔可以喺呢個基本法上面，我哋係唔可以改人嘅官制噶嘛。但係我哋可以 cut 咗嗰個薪，即係嗰個薪水，令到呢個官制冇咗啊嘛。年年都冇咗開支嘅官仔一定冇啦，所以我係咁樣去解釋俾各位同僚聽，因為嗰啲同僚覺得有搞錯啊，長毛你又要人做嘢，又唔俾錢人，我俾人鬧過多次啦，好似黃國興嗰啲，即係個腦袋爭咗兩個級，即係兩個 level 係有問題。我今日冇辦法，要令我自己蠢啲，喺嗰個角度去考慮問題，先至能夠令佢明白點解 cut 曬嗰啲薪水咧？就係其實我哋係用曲筆去反對一啲對香港人。冇益，對特首冇益，浪費公帑嘅官制，這個就好明顯啦。因為我點解講咁耐？因為唔係一開頭有噶嘛，係僭建噶嘛。嗱，好啦，咁林瑞麟大家都識啦，無謂講啊。佢而家都歸道山啦，去咗學道啦，去咗呢個做牧師啊，算數啦，算啦，林瑞麟。好啦，咁我識咗叫何安達，何安達又係一個喺傳媒出身嘅。但系咧有个问题，佢就发明咗叫做政治化妆师。嗱，政治化妆师养大镬啦，就系靠曾荫权咧，乜嘢都唔好做，总言之就涂脂抹粉，系咁查。大佬啊，查到好似马骝啰柚咁，点搞咧？马骝啰柚咪两笪红红地噶咯？呢个圆直或微阔，而是之单元，识唔识啊？北京就系咁讲啊，你识噶？系咪啊？梁議員，請你。而是施丹元咧就是、一個細蚊女，就偷偷地攞啲胭脂水粉搽，浪直滑眉寬就滑到眉好闊，咁搽到兩邊都唔係好似畫咗啰柚咁咯，兩笪嘢咯。嗱，佢唔識我教佢，真係有驚有懼嘅，有文學噶。嗱，陳偉議員，主席梁國雄咁精彩嘅演說，應該多啲議員嚟聽佢解釋呢啲咁精妙嘅詞句。你要求點人？點人？